我是上海第一帅哥股神。帅哥股神，你对你的长相非常自信吗？我股票做得很帅，然后我觉得我很自信，自信就是帅。那股神你到底神在哪里吗？22岁白手起家，赚200多万，我父母全部是听我的，我家里全部是我做主。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搜了一下，上海男子自称股神，泡妞被指太空。这不可能是我，绝对不可能是我。上海男人是中国最好的男人，和女孩子约会都是我主动会买单的。我相信台上的女嘉宾都跟我一样，不会让你买单的。你说漂亮的女人都不专一，那你那么帅，是不是你的诱惑很多呢？但是我可以抵挡得住啊。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抵挡不住呢？整个 VCR 的过程其实你都是很让人讨厌，但是你很直白，把你最真实的一面放在这个台上。作为同样来自上海的我，非常明白你刚刚所说的帅是什么意思。我愿意为你留灯到底。我跟李大感觉一样，我也给你留灯。专注头皮护理，原来非诚勿扰，敬请期待